介绍过来意、社明宗去在宗去里面，李通玄长者说的很好。 普贤是等觉菩萨了，实际上是诸佛如来道家慈航所现的形象。清凉在介绍普贤的时候。 跟我们说过，啊，三种普贤菩萨，啊，有当位的普贤菩萨，这是正数；有道后的普贤菩萨，道后是成道之后啊，是祝福视线的普贤菩萨。 那这就是我们常讲的道家慈航，啊，以菩萨身份呢来广度众生啊，是诸佛如来实现的。第三种呢，为前菩萨，啊，那就是等觉以前修。 普贤恨的，这些人呢，都叫做为情菩萨啊，用普贤的位次正位是等觉。那么说实在话，不要说是如来实现了，就是当位。 或者我们讲身位，这个身位呢，就是经上常,常讲的菩萨摩诃萨了，啊，我们一般人称为大菩萨了，地上菩萨，他们的心定在两边都离了。 这在讲的定善两边皆离呀、啊，言叫初住已经开始离了啊，功夫不深呐啊，经历是住实行是回向的登地，那个功夫很深很深呐、啊。 哪里还要入定呢？啊，那为什么普贤菩萨还要视现这个样子，要入个定？叫出秀啊，啊，舞台上表演呢、啊，叫出秀。 这个意思，我们总要懂得了。释迦牟尼佛九元界就已经成佛了，啊，在《梵王经》上，他老人家给我们说，这一次实现八相成道，在我们这个世间是第八千次了。 这就是诸佛菩萨的大慈大悲，不断的在舞台上重复给我们表演。每一次的表演，肯定呢有一部分的人得度，跟熟的众生。 来到这个世间了，佛就作思示现，普贤菩萨在华藏会上，一佛如是啊，啊，所以这是教化众生修行的。 一种法则啊，一种方法，一种原则，我们不能不知道啊。初学的人，像我们这些不敌凡夫啊，菩萨要不做这种事情，我们真的不得其门而入啊。 菩萨做这样的事，现呢，我们能不能成就呢？我们还是不能成就。啊，为什么原因呢？不懂修定的重要。啊，什么叫定？ 简单的说，我初学佛头一天，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看得破，放得下了，啊，那就是镇守啊，那就是镇定啊。 看得破，就不屈于下了；放得下了，就如如不动了。《金刚经》上，世尊教须菩提的，我们都念得很熟啊，没做。 没去落实啊！啊，现在说老实话了，时间不多了啊！再要不认真努力。 真干，真的，使人感觉到有来不及的这个迫切感啊！许多人。 都知道有灾难啊！我也从许多方面呢得到这些讯息啊。今天中午啊，几位这个当地的居民到我们这边来。 访问，午餐之后啊，也谈了一些问题。啊，他们证实，神经病院里面不少的病患呐、啊，有魔鬼附身。 他们相信呢、啊，也有传递这些的讯息啊，是有灾难的讯息啊。他们也问我，这灾难能不能化解呢？啊，他今天曾经问过我，我告诉他。 理论上讲呢，是可以化解的，但是事实上啊，不容易做到啊。啊他们听了立刻就点头同意，说了：“啊，人心要悔改，要回头，是办不到。” 我说的话，他完全懂得了。我没有详细加以解释。啊，然后问我，我们个人怎么办？啊，因为当地基督教徒很多。 我以为他们是基督教徒，啊！我说，如果你家里面供养啊耶稣的圣像，常常读圣经，啊，放下了自私自利的念头，多为社会服务。 多照顾苦难众生，养成自己一片纯净纯善的心，就能化解自己的灾难。这个共业里头有不共业啊，他懂得啊，他不是看样子，他不是基督教徒。 啊，他说他家里还供的有佛像，我说那太好了，那更好了。啊，我们可以尽量的来帮助你、啊。人心正，行正，心善，行善，魔也尊重你。 啊，也佩服你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也不会伤害你。啊，这个就是古人所说的“邪不胜正”。哎，这个话他也懂。嗯，他也也懂得这个“邪不胜正”。问题自己要正啊。 我们跟邪恶相处，我们要影响他啊，帮助他改邪为正。我们不能受他的影响啊，我们不能够说邪正就邪，那就错了了。 啊，这大错特错了！佛弟子为什么会堕落？啊，今天这个社会，上个月，达尔文那个居士来访问。 我们这边同修都见到了啊，他告诉我们，现在这个社会里头85，百分之八十五是魔啊！啊，我听了告诉他这个事情，我很清楚、很明了啊。我们如何？ 能像普贤菩萨一样，一切时、一切处，都在定中。啊、换一句话说呢，就是三皈依所传的教诲啊，一切时、一切处。 一切净缘之中，都能够做到聚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静而不染。你就在三昧中了，你就得正受了。你跟这些邪魔相处，不受他的影响。 你就有能力影响他，啊，他诱惑不了你，他佩服你，你真的有定功，有智慧，啊，确实有觉真劲。 妖魔鬼怪都尊敬你啊！你要看到他们那些诱惑动了心了，被他牵着走了，说老实话，他瞧不起你呀、啊，他可以任意捉弄你。 往后你的日子就有的受了啊！普贤菩萨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是这经上讲的华藏世界啊，所接触的大众啊，最低限度都是破一贫无名，这一份化身的。 化身大师们，还要事先入定，然后再说法，你就想到这个用意多深呐、啊！啊，这真正是慈悲到了极处啊！啊，长者讲啊，一民初入法。 啊！若发虚假定义，一心真门。这话讲的好啊！啊，我们今天想学佛，想消灾免难。 想成就菩提，你不修定怎么行呢？啊！可是诸位必须要记住，定是佛法修学的总枢纽。啊，怎么样才能得定呢？因戒得定。 所以持戒，持戒为的是什么？持戒为的就是得定。啊，祖师大的常说啊，阴戒得定，阴定开会。往古至今，没有例外。 你要不按照这个顺序去走，你不能成就。啊，所谓是不依规矩，不成方圆呐。啊,啊，戒定慧三学是基础啊。啊，我劝同学们。 紧紧抓住沙弥律仪啊！我劝大家，这个水平不高啊，啊，最低的水平呐，啊，《弟子规》啊，《弟子规》讲什么呢？孝亲尊师，在家做好子弟。 在学做好学生，这本书内容是如此啊！起步啊，哎，大家都疏忽了，啊，大意了，没有把它看在眼里。 不管你学什么方法门，是出世间法，也没有根底。你的根坏了，所以怎么修都修不成功。啊，装的再像，假的没根啊，像什么花瓶里面的花一样。啊，装饰的再漂亮，死的呀。 假话了，不是真的啊！你才晓得《弟子规》是多么重要啊！陈宏谋五种仪规的第一种，同盟养正啊，那个内容比《弟子规》丰富的多了。 你看，我不取那个，取《弟子规》，最简单的啊。如果你要是进一步想把那个根扎深、扎牢，同盟养正，你不能不学啊！啊，是我们现在不是同盟，许多同修啊。 都已经到四十出头了，但是你前面的根没有啊！现在他补习啊。古人讲啊，“亡羊补牢”啊，还不算晚呐。啊，现在不从头干起，干一辈子都不能成就。你说多可惜！ 啊，学玉学不来呀！啊，你别看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啊，啊，往年哈尔滨吉乐寺的修武师啊，那种人，古人常讲的愚不可及。 这种往年我亲近李老师，老师很诚恳的跟我谈过，他想学语，学不想啊，学不来啊，自己对自己要认识。 人贵自知之明，啊，要认识自己，要知道抉择法门，啊，决定选择哪一个法门，一门深入啊，始终不懈呀、啊。 这一生才会有成就啊！不依照规矩，不依照方法，不行呐、啊！方法、规矩的根、啊、就是《弟子规》《十善业道》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沙弥律仪》我们很简单的。 跟诸位介绍啊，这四种啊，要，特定时间完成功课，你才有成绩表现。啊，这四样东西，我在一年当中。 把它落实，你要定时间表啊！不定时间表，你不会有成就的啊！因循苟且，年复一年，啊，到老死都没有做到啊！我们今天学佛功夫不得力。 原因在此啊！啊，我常常感叹的说：“不听老人言，呢吃亏在眼前。”啊，老人他这一生呢，差不多路走完了。 快要跟这个世间告辞了，心地真正慈悲。为什么呢？他们有什么利益好图了吗？行将就没了，还有什么好图的？这个时候，除非是有老人痴呆症。 如果没有老人痴呆症，这个头脑清醒，一切正常，决定未来生打算了。不重视这一生这一生已经过去了，绝不重视了。所以对一切人。 真心，真正慈悲绝对没有骗人的、啊。老人言，我们常讲啊，苦口婆心呐、啊，啊，老太婆的心呐、啊，都是劝导后人呢、啊，自己这个路走完了，啊，一片真诚。 我们对于这些人的教诲还要疑惑啊，还不能接受，那是自己真正没有善根，是自己真正的过失、啊、没有遇到，那就不谈了；遇到而当面错过。 这是不应该的。李长者，他在这一段最后有几句话，劝导我们：“智随一切众生想念这就是我们。 普贤菩萨常讲的“恒顺众生”，不是感情随众生的想念；智慧、真实智慧随一切众生想念，你就知根了啊！你就了解众生的根性啊！应根皆无方式。 诸位要记住，这个是行菩萨道，这不是初学。初学的人没有这个能力，初学的人，尤其在现前社会，你自己没有定功，啊，没有德行。我们今天讲德行，叫戒行。你没有戒行，你没有定功，你一接触就被人渡走了。 不是你逗他了，他把你逗跑了。啊，你随着他的破戒，就跟他去跳舞去了。 没有这个能力，怎么办呢？回避，不接触，尽量少接触。啊，今天最容易接触的是电视，是网络。啊，电视、网络里面。 说老实话，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魔在那里乱舞啊，群魔乱舞啊！啊，你要常常戒除啊，你会跟着他一起跳舞了，就完了你的佛性逐渐逐渐呢，也磨掉 你的习性、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、损人利己，哎，随着魔的舞蹈啊，天天在增长。灾难来了时候，你不受难，谁受难呢？啊，自度尚且不能。 你拿什么去斗别人？张哲讲：“修道者应如是知啊！啊，智慧是从定中成就的啊，所以说到根本。” 界定会三学非常重要。下面，这开始解释经文了。啊，释文，解释经文，清凉大师将这一品经分为六个大段落。 第一个是三昧分，第二个是加持分，第三个是起定分，啊，第四个是作证分，第五毛光赞得分，第六个是大众寂静分，啊，你看这个这个六个大段，你就晓得这一品经的内容。 现在，请看经文啊，经文里面这是第一段呢，三美分呐，啊，三美分里头有两段啊，第一段呢说明慈戒若定，第二段呢同类设防 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，于如来前做莲花藏狮子之作，成佛神力，若雨三昧。啊，前面跟诸位说过了，这都是为我们做榜样。 古时候，讲经说法的大德，在深坐的时候先入定，然后再出定讲经。啊，这有一规呀，有仪式。 有规矩的、啊，现在呢，我们把这个省略掉了，啊？为什么呢？现在人人受不了，他来是想来听你讲演的。如果你不讲演，现在那你入定，叫他静坐，啊，坐上半个钟点，他跑了，他没有耐心了。 所以，现代教学的时候跟古时候不能一样啊！啊，真正的理应呢，还是古时候那个方法啊。跟诸位说，我受过这个教诲，早年呢跟张家大师三年。 张家大师，真的，我们在经上读到的是“诺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”，没有法子体会啊，“若且”是梵语，翻成中国意思是龙或者是象。 啊，龙我们没见过，象见过啊。你看那个大象，啊，确实看他那个样子是在入定的样子，他站着也好，走着也好，啊，慢慢的，非常稳重，啊，好像在定中啊，佛用这个来比喻啊。 啊，修行人呢，就像龙象一样啊，时时刻刻心都在定中。啊，张家大师给我们显示的就是这个样子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有一张张家大师的照片呢。 他照相的是这个样子，他平常也是这个样子、哎。无论在什么时候看到他，他都是这个样子我们敬佩呀、啊。我们一般人呢，照相要装模作样一下了，跟平常不一样。他就是这样的呀、啊。 啊，说话呢？我向他请教，提出一个问题问他，他不是立刻就跟你讲，滔滔不绝跟你讲，不是的，他在定住，他不说话。啊，我头一次跟他见面，说老实话，啊，我还行呢、啊，真有这个耐心呢、啊。 啊！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我说我知道佛法好，佛法殊胜，啊，请教大师有没有方法，叫我们很快的就起入、嗯？他听了之后，差不多半个小时，一句话不说。 眼睛看着我的眼睛，看了半个小时，才说了一个字“有”。啊，一个字说了之后啊，又不说话了。啊，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耳朵竖起来呀，来听啊，全部精神关注。五分钟之后。 慢吞吞的说了六个字：“看得破，放得下。”没有我讲的这么快呀、啊！定中啊，啊，我那个跟他第一次见面呢，我才体会到佛家什么叫入定。 两个小时，只讲了几句话，这几句话你一生都不会忘记，效果好啊！啊，请教别的这一些呃长者大德们，他们都滔滔不绝，哎、啊，但是怎么样呢？印象不深。 时间久了，就都忘掉了啊！你想这个这个呃，张家大师，我想到当年第一次跟他见面，啊，句句话我都记在心里。这种教学才真正收到效果，但是。 我们用他这个方法来教学，学生都跑光了，啊，哪里能找到有这么样耐心的学生来听呢？是我很幸运的、啊，啊，我非常感激。 跟他三年当中，至少提过十几次戒律重要，真善知识啊！啊，他没有传授我秘法了，他特别提醒我戒律重要。 密宗修学整国大致的情形，他跟我说过，啊，所以我对于密宗不外行啊，我才知道，密法是佛法里面最高级的佛法，不是普通人能修的啊。 他是佛教里面的波斯班呐啊，我们知道慧能大师在《坛经》里面讲过，禅是戒淫上上根人的。 不是大臣呐、啊，上上根尘根人呐。啊，根柱说：“密亦复如是，密的根性呢，比禅还要高啊，啊上上根里面的上上根。” 在绝证净三门，我们净土宗是从进门修清净心的，密宗也是修清净心。啊，密宗的清净真清净啊，纯清净啊。 静中修学，我们讲修清净心，我们是回避污染，来培养自己的清净心。密是依得清净，再然而不染，这个高明啊！ 所以密宗真正是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啊，自在随缘、啊、我们哪能做到呢？我们随缘不自在啊，自在就不能随缘呐。啊,啊，密宗。 无欲六尘不离，啊，无欲六尘不染，什么境界呢？《华严经》上讲的“四四无碍”的境界。那要问了，我们有没有到四四无碍？没有到四四无碍，你入四四无碍的境界？ 准多地狱啊，所以密宗是两条路啊，往上是成佛了，往下是阿鼻地狱，没有当中这个阶段啊，不想净土啊，净土的修学，认真修学，纵然不能往生，人天。 佛报啊，是肯定保住的，绝对不会多三途啊！啊，它有中间路线的，密没有中间的，这些常识我们都要有啊，都要懂得啊，经文。 二十，二十是什么时候呢？现象品，精进力菩萨设计圆满的时候，紧接着就在这个时候。 护心菩萨摩诃萨，这是把啊这个大会啊在大会里头做报告的这个人提出来了啊这主啊。 大会的报告的主席不是佛，是普贤菩萨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华严会上，佛不说法，佛是代表离体啊，代表本体，本体没有言说。 也没有思维啊，不思议的本体啊！皮诺在那，变一切除法，普贤呢是从体其用，显示出皮诺。 这那如来的圆满德性，所以普贤菩萨出来呀、啊，普贤菩萨就是毗卢遮那。啊，平等真纳的启用啊。 这个意思很深很深啊！下面一句，这个第三句，于如来前，这是讲他入定的处所。 诸位要记住，与如来前，不是与父亲啊！如来是什么？真心本心。啊！在《大乘经》里面讲呢，如来是成法身。 化身没有形象，化身变一切实，变一切处，与如来前，这个就是以自信本定啊！啊，做莲花藏狮子之作。 清凉大师说：“这一句是所依作啊，作是一个定向。啊，是个不动的相。尤其是我们平常讲盘腿、双盘、加腹坐啊，这样做下来之后，这个确实。” 他完全都像在定中，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啊，这个坐呢？天魔外道、鬼神都尊重。啊，你要是用这种姿态，啊，每一天打坐。 打坐的时候，心地清净，万缘放下。啊，那我们凡夫不必用禅宗的那些方法，我们用一句佛号，不要念出声，心里头默念，鬼神都尊你。 念佛堂，西方人讲啊，那磁场无比的殊胜呐、啊！啊，我们现在这个讲堂啊，所有的人进入都生欢喜心，这磁场殊胜的、啊。 三宝居住啊！啊，这么好的修行场所，到哪里去找啊？啊，这样好的修行场所，真正叫。 想修行的人见到舍不得离开啊！啊，我现在也是急着等这个宿舍盖好之后啊，啊，我除了这四个小时录像的时间呢，我都会在这个鸟堂，啊，在这个讲堂。 我也得要享受这一点气氛嘛，啊，不然的话呢，那真对不起自己呀、啊。如果不懂得这个，不知道利用，那真的叫人在福中不知福。 多少人梦寐以求而求不到啊？我们就在眼前，不知道利用，你说多可惜？请看经文啊，《普贤三昧品》的经文。二是普贤菩萨摩诃萨与如来前。 作莲花狮子之作，成佛神离若雨三昧。这一段经文呢、啊，总共有六桩事情。啊，我们前面讲到了、啊、第三桩。 就是处啊，啊于如来前啊，这个意思我们要懂得。下面这一句呢，是作莲花藏狮子之作，啊，是所依的作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。 引用《大吉经》上的一段经文，《大吉经》人，菩萨的莲花陀罗尼，故设法处皆有莲花，表所入三昧，自性无染，含果法故。” 哎、呃，清凉大师引用的这些这一段呢，呃，说得非常之好，啊 <coughs> <coughs>，菩萨的陀罗尼，这个陀罗尼的名字叫莲花。 说在讲莲花是比喻我们知道佛所说一切经取名啊是三个原则：人、法、欲。陀罗尼是法，莲花是比喻啊。莲花比喻的这个意思。 很多，很广，很深。啊，莲花的像让我们看到，它出污泥而不染，啊，清净无染的像。 三宝里头啊，而不染，莲花很明显的显示出这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莲花表因果同时。 它跟其他的植物啊不一样，其他的植物、啊、是先开花后结果，因果不同时。啊，因果有转变，莲花是因果同时。啊，有花的时候啊。 那个里面就记莲子啊，花成熟的时候，莲子就成熟了，花果同时啊，啊，这个意思很深呐，啊，告诉我们，设法界一正庄严呐，那个真相因果是同时的。 我们凡夫不能觉察啊，种善因得善果啊，大概这一世行善果报在来世啊，现在行善果报在后后来啊，总是认为是这样的，不知道啊，这个因果同时啊，你造恶的因呢，那个恶报因果也同时。 跟莲花一样，当你造因的时候，起心动念的时候，就有果报。这一层道理与事实真相呢，很少人知道啊！啊，所以众生胆大妄为。 他感造我也。经上常讲啊，菩萨为因呐，众生为果啊，因果同时，他为什么不怕果呢？因为那果还没有成熟，果有没有有已经在了，就像莲花一样啊，莲刚刚哎有个花苞。 里面就有籽了，那个籽没成熟。啊，随着你那个花在开，那个籽的时候啊，随着花开渐渐成熟。果报的事实真相啊，确实如是啊。 果报在哪儿？在起心动念之处啊！这个事情，诸佛菩萨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所以，人不能有一念不善的心，不可以有一个不善的念头为什么呢？ 念头才起，果报就接跟着。同时的，伤天害理的事情，不但不能做，不能想啊；损人利己的事情，不能做，不能想。 今天中午，你看这个、澳洲几位来访问的，我给他谈，他们能够理解啊？怎样才能够消除业障？《了凡四训》里面所说的“再孝父来”。 这是国报啊！怎么样才能得到这个国报呢？啊，在小福来了呢？要心善，要行善，啊，要心静，要行静。我说的，他懂啊，很难得。 这人有善根、啊、我们只要在这上下功夫啊，务必要做到，不容毫分不尽夹杂，不容毫分不善夹杂。 再大的灾难，你也能够避免了啊！你不会受啊，自己能够避免，能够不受，你才有能力帮助别人。 修行修的什么？就是修这个，没有别的。莲花具足显示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陀罗尼是印度话，啊，翻成中文的意思叫总持。 啊，总持一般人听了啊不能够理解。我们换一个话来来说，纲领、啊、这大家容易懂。总持就是现在人所讲的总纲领、总的原则啊，莲花陀罗尼亚。 那就是清净的总纲领啊！啊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啊,啊，抓到了清净的总纲领。那我们要问了，这清净总纲领啊，如何落实呢？给主意说啊。 最明显的，就是三皈一了。三皈一一定要用禅宗六祖慧能大师的说法：皈一觉，皈一,进一、啊、静，皈一正。啊，觉正静。 一二三，三二一，啊！心地清净，静而不染，他会迷吗？不会呀、啊，染了才会迷呀、啊，不染他就不迷呀、啊，不迷就觉啊，所以。 具真净这三个字，一个得到，其余两个一定都得到，一体的三面呢，一个得到，通通得到了。从净来说呢，那就是莲花藏陀罗尼，所以。 普贤菩萨是我们净宗的初祖啊！啊，我在讲席里面多次的介绍啊！啊，中宗的发起，释迦牟尼佛第一部讲经是讲《华严经》。 菩提树下了，二七日中啊，宣讲大放光佛华严经啊，是在定中讲的啊。我们一般人只看到释迦牟尼佛在那打坐，哦，坐的很久，啊，两三个星期都没有起来，啊，哪里知道他老人家在讲？ 大方广佛华严经，设方无量无边菩萨参与这个法会，我们不知道啊。啊，在华严会上，普贤菩萨提倡净土法门，你看到最后，十大愿王倒归极乐。 所以，娑婆世界净中出祖啊，普贤菩萨啦。这个中国的出祖是慧远大师啊，娑婆世界的出祖啊，普贤菩萨，我们要知道。 修净宗的人不认识粗祖，那成什么话呢？啊，还有一位粗祖，粗祖比普贤菩萨还要早的啊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大势至菩萨。我们在《楞严经》上看到大势至菩萨圆通长哦，他老人家早了。 九元界之前，就倡导这个法门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这是讲这个法门的殊胜。 果德的书生啊，方法呢很简单，都是六根，净念相继。啊，所以大师智菩萨了、啊，是法界处处，净虚空遍法界，头一个提倡啊净土法。 普贤菩萨、娑婆世界头一个提倡的啊，我们称出书啊。慧远大师是在中国第一个提倡的，我们在下莲居老居士著书里面。 读到啊，他给我们说出的敬中出粗大师之路上，我看到这一句非常喜欢，啊，我完全。 赞同，一丝毫疑惑都没有。他在《进修结要》里头讲的啊，修结要》是最方便的修学的方法啊，总共是三十二拜，对于一般工作繁忙的人来说，非常理想。 他这个方法是模仿《往生论》里面所行的方法。那四相上来说呢，这个佛在大经上常讲啊。 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啊，那个一切法就是一切的现象啊，是从心想生。所以，菩萨得的这个法门叫莲花陀罗尼，因此，菩萨说法之处啊，自自然然就有莲花出现。 我在去年在中国看到了、啊、庐江打佛旗的一卷录像带啊，录像带放出来之后啊，确确实实很明显的变化。 大大小小很多朵啊，花瓣、莲蓬看得清清楚楚啊，很多种颜色啊，录像里面看出来的，透明的啊，大家看了之后啊，不可思议。 这个录像带绝对不是人伪造的，啊！现在用科学技术要来造这个现象，那是毫无问题的，可以造得出来的。啊，我们相信不是用一种技术来造的，来骗人的，不可思议的感应。 这些感应显示出菩萨所入的三昧，自心无染，含果法故，在因果同时嘛。我们看到这些瑞相，这些瑞相跟我们作证啊。 做正转呢、啊？这是普贤菩萨入定所依啊，他是在这个宝座上入定的。 第五，成佛神力。清凉大师说：“这一句是所依因，为所入深广，要成立故。”这就是佛理加持，你入的这个定。 无尽的深广啊！他的身份呢是菩萨了，他所入的定啊是祝福如来国地上的大定。普贤三昧在前面。 跟诸位介绍过啊，一切如来藏身为普贤故啊，所以普贤即是三昧三昧即是普贤啊。 若不得如来加持，啊，没有办法入这样深的大定。啊，没有这么深的大定，就没有这样深的智慧。啊，没有深广的智慧，就不能解决。 菩萨所问的这些问题，啊，普贤菩萨在这一会呀、啊，要说法，要报告，要答复大众的这个呃疑问，这个就是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的内容啊。啊，总共在这一部经上。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问题是三百一十个啊，前面四十问叫大问呐啊，那么这也交给我们了，做出样子给我们看。 世间人讲的学问，什么是学问？能帮助一切众生解决困难、疑问的，那就是学问了、啊。一切众生面临的。 疑惑、困苦、艰难、无量无边呐、啊，你有能力帮他解决吗？说实在话，本身的疑难。 就多的不得了啊！自己都没有办法解决，怎么能帮别人解决呢？啊，那我们在此地看，诸佛如来菩萨用什么方式帮助一切众生？ 这一切众生不是普通众生，大菩萨了。大菩萨不见得是他自己的问题呀、啊，他带别人问的，带九法界众生问的。他们这些人已经入一真法界了。 无功用到了那是最高妙的修行方法了。还有什么疑惑呢？所谓提的这些疑惑，我们一看都是我们的问题啊，纠结有钱的疑惑。菩萨在此地为我们显示，怎样才能够。 为他们解答，界定会善学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如何能够解决我们自己现前的问题，也是界定会善学。 离开戒定慧三学，就不是佛法了。应戒生定，应定开会呀，智慧开了啊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啊，我们现在想求智慧。 不要鉴定啊！这个会，佛在经上也有说，叫狂会，叫邪会，不但不能解决问题，还带来灾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这个智慧呀、啊，里面含藏的是迷邪染。 他不是觉真经啊！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你不知道啊，你就不懂得怎样学佛。你要知道了，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就晓得如何学佛了。啊，你会了，会学了。 说老实话了，现在学佛的人很多，真正会的人不多，太少太少了。啊，我们自己回过头来认真反省一下，我自己会吗？我自己修行如法吗？ 你一不反省，你不知道。这一反省，你就发现了，发现，在佛法里面讲叫实觉，你开始觉悟了。啊，这个音好啊！啊，你要继续保持，不能把它失掉。 如何保持呢？天天反省，天天改过，啊，天天自信。你才有出路啊！如果， 不知道反省，不知道改过，你这一生的学佛是白学了，与你的生死轮回一点都帮不上忙啊！那李老师常说的。了。 该怎么生死还是怎么生死，该怎么轮回还是怎么轮回。啊，那说的好听一点，当然也是事实，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啊种一点善根呐、啊。除此以外、啊，佛法真正殊生功德利益，你没有分。 你为什么没分呢？你根本就没有修嘛！你没有认真的学习吗？啊，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的还是随顺烦恼习气啊，念念之中依旧是贪嗔痴慢做主宰。 啊，齐心东念，还是自私自利，还是损人利己，这怎么能成就呢？我们不能不明白这个道理。 道理果然清楚明白了，自己要不奋发努力，回头是岸，这一生空过了。觉悟的人念念利益众生，啊，知道了利益众生才是真正的利益自己。 自他不二啊，利益自己不知道利益众生，这个人自私自利，决定了损害自己啊，自己的迷执永远不能破啊，破迷执唯一的方法，最好的这个方法，佛菩萨教给我们。 一切为众生啊，一切为佛法。佛法是纯正、教人觉悟的大法了啊！在这个世间，没有别的事情啊，啊，就是弘护正法。 把正法做出样子来给人看，啊，第一个样子，我们这个身体形象啊，啊，这就是个样子，一定要把三伏。 六合三学六度十愿，这个身体把它做出来，在生活当中表演出来，啊，在工作里面显示出来，处事待人接物里面显示出来。 这个就是世系现象嘛。佛法是活活泼泼的，不在言说，要在行为呀。修布施度。 欢欢喜喜的帮助别人，要把一切众生看作是诸佛如来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欢欢喜喜供养。 这些故师啊，决定没有一丝毫吝啬啊！我们正在吃饭的时候，看到别人来了，啊，想想呢，我们的饭菜还有多余的，啊，立刻就请他来啊！啊，不要犹豫啊，没有什么考虑的，啊，欢欢喜喜的请他来。 我们如果有能力，啊，有这个财力，啊，有人手，我希望我能够在此地做到每一天晚餐供养啊低收入的大众啊，欢迎他们。 到我这里来吃晚餐呢？我们晚餐叫温馨晚宴啊，请他吃一顿饭，这很平常啊，这个没有什么。最重要了，是布施他供养他的温馨。 我们以纯净、纯善的心对他，啊，以真诚、亲近、平等的爱心对他，让他心里得到温暖啊！这种在精神上的供养不失，远远超过物质。 所以，财法无畏三种布施供养，在此地，我们每一位同学都有修学的机会，希望大家不要把这个机会放过啊！常住里面。 你们同学们都要注意到，对人要亲切，要有礼啊，礼节还要多多请教当地的人，他们这个地方的风俗习惯，我们要随顺他们呐。 把中国的礼搬过来，精神上没有问题，啊，四项方面呢，可能就有问题，啊，你譬如我前天来，听到同学们告诉我，啊，今年农历年的时候，我们这里也举行了文馨晚会。 中国农历年吗？哎，在礼貌上呢，小朋友都送一个红包吗？此地不作行。啊，此地的礼俗啊，是欢迎你买一些小礼物送给他，不可以送钱。啊，我们这一点疏忽了，没有注意到啊。 没有事先打听一下此地的风俗习惯，啊，我们这样做，他们对我们就提出有抗议了，破坏他们的风俗习惯。啊，那到以后逢年过节，他们也都要送红送红包了，那那你你带出这个，这是一个很不好的样子啊。 所以，每到一,一个地方呢，一定要了解当地的习俗。啊，我们好心做了卧室。啊，啊，所以我们以餐饮接待他们，这个他们高兴，欢迎。 不能用金钱给他们，啊，不可以送红包，要懂得规矩啊，要懂得每一个地方的人情风俗习惯，啊，他们这个地方的传统道德的概念。 一切要尊重别人，不可以随自己意思去做。啊，前天我们在大学，啊，午餐会上，啊，平时在分发我们的一些小纪念品。 这是失礼啊！因为大家在吃饭，大家在谈话当中是讨论问题啊，啊，不是分发礼物的时候。尤其像这种礼物啊，我们要懂得人家喜不喜欢接受啊，应该怎么送法呢？送给他的团体。 他们自己欢喜，自己去拿，啊，放在一边，啊，不逼呀，每个人去送，样样要学。孔夫子入太庙，每事问呐、啊，啊，要学着问呐、啊，那很有道理呀、啊。 我们新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的礼俗啊，它真的是多元文化，许许多多的族群，每一个族群礼俗都不一样啊，不是学了一样在澳洲都可以通用了，不是啊，啊，要跟宗教接触。 澳洲宗教有几十种，啊，每一个宗教有它每一个宗教的礼节规矩，都要问呐、啊。访问一个地方就要问那个访问的单位，啊，我们要去这中国古礼上的都讲啊，你要到一个人家去的时候，入门先要问会。 啊，他们忌讳什么？我们不能说啊，这个都是属于理解。中国、外国，过去、未来，原理原则上都没有两样啊！啊，人都好礼呀。 他不讲理的人，你以理对待他，他也很高兴啊！啊这些事情不是小事、啊、样样都要学。啊，时时刻刻不要忘记了，佛法从初发心到如来地。 学无止境呐、啊！啊，不是说活到老学到老，来生还继续不断学。啊。你看看，成了佛了，普贤菩萨还要装出学的样子，哎、啊，来入定给我们看，岂不是没有止境吗？自己没有成佛之前。 自行化他了，自他两利。成佛之后呢，那要处处表演，完全是利他啊，处处表演，时时表演啊，义务的表演。 这个表演里头没有明文力养啊，义务的啊，还这么认真啊，这么用心去表演、啊、什么原因呢？法而入世，这是性德自然的流露，没有理由的。 菩萨所作所为，回过头来，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如果学菩萨的所作所为，啊，这就真真正讲行菩萨道啊，学菩萨了，一定得祝福如来的加持。 不求加，也得加持。啊，何况你还有心去求呢？啊，如果我们的心行不像佛菩萨，自私自利，求佛菩萨保佑我升官发财。 啊！我发了一百万了，我供养你一万呵呵，这个跟佛菩萨谈条件，啊，拿一点小利去贿赂佛菩萨，你造罪业呀、啊！啊，起心动念呢，无不是罪呀、啊啊！把佛菩萨当作贪官污吏，啊，行行小贿，送送小礼，我就得大利益了。 啊！我发大财，我供养你一点，成什么话吧？啊，哪有这种道理嘛？啊，今教你所述，我们真的要细读深思。 啊，你才能够明了佛菩萨真实的教诲。啊，你才知道怎样做才能够得诸佛护念，龙天山神拥护。啊，一般讲的所谓是。 如理如法，啊，我们中国人讲或情、或理、或法，凡事纯是为众生，纯是为善法，彼得众生。 纯是为自己，纯是自私自利，必定感召的妖魔鬼怪。厉害的事啊，总在这一念呐、啊！末后这一句呢，若与三昧。 你看，成佛神离、啊、普贤菩萨入了三昧了。啊，清凉大师在这一句注解的是：正如三昧，心净明固啊。 明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吉灭。《人王经》上讲的无人菩萨，啊，人就是定，从入定前身五个等级。 最高的，是诸佛如来所入的极灭人。七地、八地、九地这三个位次，菩萨所入的定。 叫无生法忍，那很高了。啊，无生法忍是，一切法不生不灭，这个比这个还要高一层，还要深一层，心净寂灭。 极是极尽啊，灭是灭念头。这个境界里头，真正是一念不生啊，一念不生，我们很难懂啊，因为我们所这个意识到的念头很粗啊。 不知道，还有很微细的念头，我们完全不知道。认为初念不生呢？哎，我现在就一念不生了。那你知道微细的念头，你完全不知道。啊，微细到什么程度呢？人王经山举举了个比喻，啊，一弹指六十刹那。 一刹那九百生命。啊，这是我们平常讲经常常举这个例子，啊，我们弹指，啊，弹到快，我能一秒钟可以弹四次，四乘六十再乘九百，刚刚好两个十万八千，一秒钟里头有多少念头呢？有二十一万六千个念头。 你怎么能觉察？啊，这样威胁的念头都没有了，都不生了。但是人王经这个说法，我说过啊，是如来的方便说，不是真实说。真实说比这个还要危险。我们讲这个经前面跟诸位说过啊。 极其微细的念头都没有了，这才是极灭人的境界啊！一秒钟二十一万六千个念头不算什么啊！从这个地方，我们才能体会到啊，我们自己的妄想。 这无明妄想为什么难断？你不知道啊！阿赖耶里头极其微细的念头，什么人才能够发现呢？八地菩萨，八地叫不动地呀、啊，他才能见到阿赖耶识的念头。我们今天知道的念头是什么？第六意识的念头。 阿赖耶的念头，我们怎么会想的？啊，不是佛说，我们做梦都想不到。啊，普贤菩萨成佛为神的加持，入了大定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